如何根除烦恼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到了极乐世界，烦恼不断自断。为什么？烦恼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烦恼是假的。好像梦中的情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梦是假的，但是如果没有醒来的话，梦永远都是真的，苦乐也永远是苦乐。但是醒来之后，梦中所有一切的苦乐祸福，当下就消失。消失到哪里？没有来，也没有去，因为梦是没有本质，没有本体的。我们的烦恼也没有本体，没有本质的。只是在这娑婆世界，就会因为烦恼而起贪嗔痴慢，假借身口意去造作杀盗淫妄，而永在六道轮回，尤其是三恶道的沉沦。而这个烦恼跟业障，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消除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